先打这个，把这个先打稳啊。中间可以加一个，你要练掌，中间可以加一个什么呢？这个回家要晒晒太阳。你压这个压你压中间哦，它会下凹下去，就表示太松了。所以你晒太阳，家里哪边能够晒到太阳的窗子，把它放到那个窗子前面，啊，晒到这边很紧，你很难压下去才对。所以你听这个声音有点松了，啊，有没有？跟上礼拜比松很多了，这样会懂？这个有了，你练掌的话，哈，你练掌要不要翘都没有关系，你练掌铺一个动作，是这样子。也是一样，打要啊，先练这个。你要声音小，你就这样放，你还是夹着。好，先这样练。